虾米、瘦肉、香菇，通通放进糯米里，再用汤匙压实，绑上线条。总统级肉粽大功告成。蔡英文自2010年来第五度来到共寮，跟乡亲一起包肉粽庆端午。今年更是首度以总统身份参加。2000多盒，一颗包完再一颗。小英的包粽技术没有生疏，总统粽超过500名共寮乡亲起大早排队抢着要。高龄91岁的小英指导老师还盛装打扮，真嘎碎碎来见总统学生。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来这里，感觉到真的很高兴。所以我记得我是2010年第一次来，那一次是刚下完大雨的时候，我们照了一张照片，那是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自我参政以来照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。跟大家话家常，每次选举蔡英文总能在共寮地区拿下60%选票，但附近的核四电厂存废，反核人士向蔡英文喊话，呼吁表态。才在中常会保证2025非核家园目标不变，也不会让人民在缺电核电二选一。蔡英文的共和五星虽然没有开口谈核电未来，但至少以行动展现自己跟在地民众站在一起的决心。记者陈建安、张良浩 SNG 小组新北报道。